欢迎到来最新新闻的现场。今日是农历的八月七日，文在寅祖庙家己文在寅是用尽真济的信众虔诚参拜。祖庙县长表示，文在寅对八月份开始有备财神祭宝盆，和信众用发起心来拜拜，向文在寅求助奉请，祈求平安顺利。文在寅也祖庙家己文在寅香火鼎盛，伫八月七日这一天，一批一批的信众进入庙内，向文财神爷爷香虔诚敬拜，感谢财神爷保庇度过平安七月时。伫文财神爷座前，奉祭新造型的白财神爷古宝盘，庙方开放予信众向财神爷画两圣杯，以发愿之心来求取奉请，以求福保庇平安顺利。请登记咧，好，咱看咧动作。好，收音听也好，啊，咱开店伫咱的店内，好、啊、来招财进宝，好、啊、来求福，啊，求平安，这是咱财神来的白财神祭宝盆，哈、啊，伫这上，甲大家遮信徒，啊，来结缘安尼哈。今仔日就有信众来挂着两圣杯，来请回第一个白财神古宝盘。是啊，系啊，因为我感觉财神也做灵事啊，嗯，啊。希望会当求成了，更会帮忙一个，会帮助我的事业，会当更加发展。朱义国县长表示，白财神古宝盘是由灰仔来做成，财神爷真欢喜的心态，真受到人喜欢。文财神古宝盘是经由文财神爷化身白财神，财神爷帽仔镶着绿叶，代表着健康，手提着金如意、金元宝两大法器，以法器的面容。带予人信心，今年带来民众的财气、财运、兴家兴业。咱家白财神，伊本身是消灾解厄啊，招聚财富。啊，咱信众一般，咱请这个聚宝盆堂的时候，放伫咱每一间厝的办公室的财位，包括咱的柜台顶。啊，实际上呢，一个聚宝盆咱顶悬，咱财神爷坐伫顶悬，啊笑笑眯眯吼，你看到吼，有一个法喜。咱的人客入来，啊，看到咱的聚宝盆了后，咱就结这个善缘，伫这磁场带动，咱这善缘结落了后，咱自然这财气就会入来。哦，啊，所以咱结合这个白财神含聚宝盆做伙，哦，就是为着要信众方便。除了平常时啊，看到咱迄个财神爷啊，逐天陪伴咱啊，咧做生意也好，啊，信众来，咱这的人客来也好，拢会当结这善缘。还有这些人，咱都要得到这财富。李峰也表示，九月七是文财神圣诞千秋，有举办圣诞发挥，邀请大家来参访，以受财神爷庇护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